呢隻花好靚啊，好似喺邊度見過咁樣嘅。呢隻花係楊枝驚花，係香港嘅區花嚟嘅。我哋學校出面咪有棵楊枝驚樹咯。而家啱啱係佢哋開花嘅季節嚟，不如出去望下。好啊，好啊。哇！你睇下，好靚啊！係喎，真係好靚啊！有啲仲飄緊落嚟添啊！等我去拎幾朵翻嚟先。唔好啦，嗰度嗰邊醫院嚟嘅喎，唉，我哋都係唔好過去啦。作為一個盡責嘅市民，我哋唔應該破壞社會嘅秩序同埋安全。嗰邊係醫院，而家有疫情，你都知啲醫護人員幾咁辛苦㗎啦。你都係公民，你要關心社會大眾、國家事務同埋未來發展。更加應該主動咁樣去幫助有需要嘅人噶嘛，但係你而家唔係正正做緊相反嘅嘢咩？你覺得自己應唔應該啊？你知唔知楊枝驚花嘅花語係乜嘢啊？楊枝驚花嘅花語係親情、兄弟和睦、天倫之樂、家業興旺，象徵同埋寓意住合家團圓、家庭幸福美滿。佢之所以會有咁樣嘅花語，係源自於佢自身嘅形象。你望下，楊枝驚花瓣係破裂。但是底部是連在一起的，就好像一家人那樣，可能不是經常見面，但是有著一份很深厚的感情。我當然不會做這些傷天害理的事，只不過真的很漂亮啊，最多我祈願一點咯。唉，算了。哇，這裡很漂亮啊，整個天都是楊枝驚啊，你快點過來看看。